一阵大雨，打醒我的梦，打醒我一场噩梦。雨啊雨啊，叫你唔通，你偏偏打醒我的梦。因为彼个人这久无来予我望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爱彼个人，心爱彼个人，已经爱着别人，只有点在，只有点在，梦中才是我的人，伊无你爱着别人。一阵大雨，打醒我的梦，打醒我一场噩梦。雨啊雨啊，叫你唔通，你偏偏打醒我的梦。因为彼个人这久无来予我望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爱彼个人，心爱彼个人。梦中才是我的人，为何你爱着别人？因为彼个人这久无来。思思念念，心爱彼个人，心爱彼个人，已经爱着别人，只有点在，只有点在，梦中才是我的人，为何你爱着别人？那是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曲，为何你爱着别人？来，掌声听看吧，后面的朋友，掌声。Thank you， 谢谢，好，很好，很好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空位哈，只是前面这排保留，头前个第二排就啊，头前了哈，所以第二排、第三排拢总未使坐，啊，你难免坐到后尾，啊，你唔敢当先生刷入来哈，坐去满先，对唔对？啊，不过大家唔知啊，讲哦，内边啊咧空位啊有人占，无占位的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时候听完了两首歌，马上呢就要介绍我们今晚的全场的节目主持出场了。那大家对于他非常熟悉，能唱能主持哈，报章哪里看歌台，今晚就有刊登他的名字，就是我们新加坡歌台的可以说是一姐了哈。我们的许琼芳来掌柜王公，掌声鼓励鼓励许琼芳。全天兄弟公来拜拜。来，兄弟公之夜啊，喝酒喝酒，让你来拜拜的兄弟公，全天上帝的这个哈千秋宝诞，我们的巴士利玄宗坛之夜。有点那边心动哦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迄情海那边无可能哦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这阵开车那边顺风哦，那边顺风哦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迄花轿那边变。我叫哈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无安尼讲，马上那边祖母，哎，马上来祖母哦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无安尼讲，悠悠咪咪的天天上帝公，悠悠咪咪。做事要爱成功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迄身体也要健康，哎，健康啊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生意也要兴旺啊，哎呀，就拜天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迄赚钱也
上帝讲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面着凶凶哦，阿仔哦，着歹见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，求求变变见天上帝公，求求变变见天上帝公，大家拢嘛安尼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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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啦。让你大家兴隆，好啦！让巴士的选中团兴隆，好啦！做生意兴隆，好啦！做工兴隆，好啦！破锅台兴隆，好啦！吃饱无代志做兴隆，好啦！笑诶，吃饱无代志做兴隆法，啊！那咧出来咧创啥？吃饱无代志咪看锅台咯。真的真的，因为咱巴士里这个所在锅台真正少。是的。难得呢有这个歌台，大家呢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是的是的，来看歌台哦。因为呢，咱的巴西的现中大一年一度庆赞天天上帝公波胆全球，每一年我们的歌台都是两个晚上，所以昨日来看不到的朋友，今天看来到，是的、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的老板都是这位。这位就是我的头家，他就是节奏娱乐制作统筹策划，伊叫做高鼻囝齐贤。大概知啦，啊，你讲饮酒着了，我大概嘛知哦。啊，哎，袂歹呢，虽然饮酒着了，我今仔日看到你有换车来哦。是啊。哦，你搁去订课过了？哦，我已经也都登我的来生咯，我也都登我的牌咯。哎呦，恭喜我知哦。哦，我马上就去做工咯。啊，有影遐？我马上去华巴萨。花巴士，我听你咧放屁。我今日讲笑讲笑，无讲无笑，无啉水袂放尿。好，来，啊、那么当然这一切，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巴士我们的旋风团理事同仁，还有出钱出力的老板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。是的，我们除了感谢呢旋风团，我们这个全体的理事，几位大头家、大老板，哈、哦，有量都是有福，有大量一定有大福。所以今天晚上节奏娱乐制作就是由我们这位叶瑞光先生合家一景，希望大家中下高来，我们掌声谢谢叶瑞光合家喜庆。今晚我们的巴士的旋中团事业好家啊，做生意让你碰碰去，合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，那位叶瑞光兴旺，好啦，叶瑞光合家兴旺，好啦，叶瑞光合家兴旺，好啦。哇，你足牛的！来，刚刚好，今仔日我来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因为碰到他，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就觉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的就这样缩起来、哦，可能是吃的那个药。有吃什么药？因为我有伤风咳嗽感冒、哦。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还吃那个药呢。你是讲未掉价的药哈？不不，春药，春药，春药，你小春。啊、春天的春，声音有一点点哈，啊，那块沙沙的、哑哑的，希望等一下就会过。是了，会了，会了哈。那等几点啊？啊啊，几点讲一下？啉淡薄水啊，啉淡薄喝啤啊，恁个哩哈，啤啤落去啊，清清啊，我哋喝了无代志啊，见食榴莲啊，应该是哈，无就是无够困啊，对唔对？啊，有阵时叹着，当然应该叹，莫特工叹，啊，未叹无声，你落敲电话，我叫去甲你倒卡手叹啊，你看对唔对？一个月坐个卡床，怎么出烟了？我都叫你来。啊，一个月你啊讲静，一个月啊讲静。要出烟了，阿古都见没有行做，你说无声，你看。哎、欸，因为我感冒很多天。感冒哈。前两天呢，去录这个银色嘉年华，状、哦、况也是这个样子。是的。啊，来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哎、欸、体谅一下，包含一下。是的。好，这场饭拍只扑个好玩欢喜节，好不？你放心啦，你看咱人的李叔哈，那已经请人的哈，哎、欸，上帝公来看过台了。上帝公。啊，你诚心的。这边不是上帝公啦，后边讲。啊。台湾来了、哦、台湾什么？台湾、啊、台湾太三太子啊，台湾三太子。其实我们的总天公也有来看歌台啊，啊有啊有啊，所以阿、啊、你诚心拜拜者、啊，但你现在都无代志了。是啊是啊，欸、拜拜。因为咱这台湾来的哈、哦，叫做阿兵太子，嗯、对吧？阿兵太子，阿兵太子。所以呢，你该看哈，满天神佛佛光普照。是的，大家来看歌台，阿、啊、你看哦，得到咱众生命的。